今天的工资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来，多多嘞，多多，哎呦哎呦，丹丹，你的工资哦，啊，虽然都没有接客哦，但是呢，哦，该给的工资一根都不少，好不好？多多，上啊！来讲你家朋友，你看你老爸多爽，啊，哈哈，哦，叫你讲怪凶爽，啊，这个晚上呢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咬枕头？你为什么要咬枕头？你为什么要咬枕头？哈哈，套在你的手瓜哦，嗯，啊，为了背，为了背个你还摇尾巴，哈哈，哎呦哎呦，哇，好了。现在我们只知道大大呢又要偷偷的跑去看妹了哦，好，现在正在看妹的路上，还犹豫了。大大呢，哎呦，一步一步接近了，我们现在偷偷的跟着他，要去偷看他的柴犬妹啊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大大过来，大大，大大，走走走走，快点。失落的背影。看不到妹啊！你每天都在强摸摸呢，多多。嗯？啊，我搞啥妹呢？你看大大那边我认识，我看到妹啊。多多你，你躺这样不好看呢、啊。啊，你顶爱人摸你的胸口、哦。嗯。好爽哦。多多你的手在干嘛？你的手在干嘛？来特写一下你的脚婆，你的猪脚不能看得见哦，多多的猪脚啦，哇，舒服哈、哦，舒服哈、哦，嗯，爽，散步累累哈、哦，喜欢坐机车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喜欢兜风哈、哦，壮壮，壮壮，下雨了哦，下雨了。你在等这个吗？每天的小零嘴对不对？好，只能吃一只哦。去吧。好，你们散步吧。要不要散步？要不要散步？要哦，要。好好，走，散步好不好？散步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路走路远，什么零食啊？要不要？哎，吃吧。哇，我靠，第一个。大大在看啥？大大你在看什么？大大，你为什么把谷谷咬到我的床上？嗯？叛逆吗？嗯？你为什么咬谷谷？爸爸来抢了呢，哎呀，爸爸来抢摸摸了呢。